妻子在家都是应该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的，因为我觉得 我基本上我觉得男人是他是不会成熟的，他只会长大，他只会老的。那如果那个妻子在家内外都安排得很妥当，那令到这个男人有一个归属感、安全感，还有一个休息的一个地方，那他会他会有一个很温暖的一个感觉。